到底是在玩什么？哦，哦，他大荧幕看电影，哟，原来有四台投影机啊，嗯。是为纪念的，不管啊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是为纪念。哎呀，好棒哎！纪念照带回家嘞，嘿。这次你这次好棒哦，你这次好棒哦。哦，好棒好棒，这个最佳宣传。哦，期待国家公权区。哦，各地的游客中心，很漂亮。哦，罗马那边漂亮。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，嗯，文创，还有文创啊。衣服包包，嗯，包包鞋子袜子，雨伞呢？好棒好棒哦！我干口水库了，曾经坐船进去了呢。我到那个那家乡，浮了。家乡大埔村的埔啊村那个埔里，家乡埔里。用温水库也可以弄得这么漂亮，嗯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看来是台电投影机啊。哦，不要360度。我妈妈在泡泡。嘿嘿。嘿嘿嘿，啊，这看会到人哦，不是拢干那看迄个荧幕呢。我头皮啊，我头皮。调皮水库把我们在那坐船，哎呦，危险，会怕呢，会怕呢，会怕呢。哦，不要看那个水库会怕呢。哦，啊。哦，好棒，好棒哟！赞赞赞！
内容丰富。日语的时代会报两点到三点，两点播放。